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。这是唐部的唐湖市居，曾氏的，看来对联就是曾氏的。旁边有一座炮楼，这个炮楼还是蛮漂亮的，上面有图案，门是开着的，可以进的。这上面有一个重修的木牌，重建唐湖市居，捐款1998年7月。这是上堂，谁知我心随风般瑟瑟，有这个排位啊。看看这个炮楼，前面还有一棵水井。三层。